现在最重要的是，终于能知道老娘当年留下这个箱子，里边装的都是什么。这是你的记忆，你来。可是这箱子里的东西，或许不是留给我的。打开才知道。这个世界真是要多荒谬有多荒谬。你好像很惊讶。不是，你知道这个东西要多少人多少年才能造得出来吗？这都十几年了吧，还能用吗？我不知道。随便试试吧。